出生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视讯的时候，我一看到他就是还红彤彤的时候，我就天哪，有一个那么小的生命或是那么小的人类就出来了之后，就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个责任感，是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他，然后一起陪他长大这样子。从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要照顾好他了，对啊，因为我很想要一个妹妹，弟弟还可以，但是妹妹真的很想要。弟弟还可以。疯了、啊，他死定了！哇，我那时候就不太敢想，就是觉得慢慢来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慢慢来。我爸已经交给我了，对，什么男朋友的筛选啊，什么之类的、啊，见过面再说嘛。已经在想，不是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如果你自己已经就是妹妹，就是她交男朋友，谈恋爱弄，怎么了？不行哎、欸！先好好爱我，再爱别人那种感觉。她是我妹，就是 Oh my God， 就是我会没办法克制我想要保护她那种感觉吧，那个心情很复杂。所以15岁也不能谈恋爱吗？18以后。我相信，我相信她一定很早熟，我相信她一定很早熟，我就希望她晚熟一点点，对。会很痛苦，但我觉得就是我妈应该最麻烦了，就全家扮黑脸就应该是她，她就应该管最多。你一定要每一句话都攻击我吗？